这个实力你不用管了，你看俺能干的，这就是我安排的。他的钱也行。第一次进厂给钱啊，你这什么好处？为了第一次进厂啊，不进厂没有钱啊，先跟说好啊。这进厂了，进厂不差你们钱。你活的钱完，活的钱你不进厂，谁给你钱了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第一次进厂，进厂干活的，进厂那边给你好处费，你好处费你不可能，先给啊，一直想那边想。对了，该给你给你了，没那不会差你的，不差你们的，啊不会差啊。你告诉他过哪干那东西，不进厂不可能给你拿什么好处费，你凭啥好处费？你活着没进厂给你拿好处费？那。哇，又爬了，多少次？又落了两次。